你就是啦。哦，最爱你了。传单怎么这么多啊？贷款、卖药的，哦，街角新开的包子店，哎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哎！哇，真的哎，我们应该要找个时间去试试看吧。要呢，那换我来看看我这边都有些什么，有没有吃的？嗯，啊，又是吹水电的，当铺。这张又是什么？国际巡回舞团甄选，哎，这根本就是为了你量身定做的机会嘛！外国人也蛮有意思的，这个人还搞这么多花样。等等等等，你要想转移话题糊弄过去，你看这是多好的机会，而且你想啊。连你都不能上了，那也没谁了吧？况且，要是全国能跳舞的都跟你一个想法，到时候偏偏你去了，不就刚好会被选上吗？所以，就去试试看吧。但，人家毕竟是正经舞团，我这样没头没脑的就跑去报名，是不是太眼高手低了？哎呦！不就是报名吗？试试又不会少块肉。再说了，要是真觉得自己不足，那就更努力的去练啊！你之前埋头工作的痕迹到哪去了？哎呦，你还笑我？不过，也许真的可以放手试一试。天气，为了准备这场三个月后的海选，玉婷最终忍痛辞职，全力以赴地准备着不可多得的机会。在众多前来甄选的竞争者中，玉婷最终成功脱颖而出。除了这段时间内的不懈练习以外，雨婷意外地发现，过去的工作经验让她可以更好地观察、揣摩各种性格人物的一言一行。在一路过关斩将后，来到了最后的环节。这时，她想起了一个从客人口中听到的故事，一个同样一路走来、勇敢面对质疑、追求自由的女孩的故事。静静站立在岩山上，眺望辽阔的山谷，想找寻自己的栖身之地。透过舞者挥动水袖，表现出舞者内心世界的挣扎，最终能坚持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。透过鲜艳的战袍，结合藏族在崎岖山地中发展出特有的望海度、屈身起亲、一边顺等特色，为观众带来一场惊艳的视听盛宴。